阿伯有心为子付出全部精神，为子忍受一切委屈，做人家里的咱，有什么人会当体会到父母的苦心？天父之心，主表爱，主表听听听你心内，无论真心也无奈，比比爱心不改。我要害你，你搁这把搁在洗衫，还袂换掉哦，还袂再尿裤的呢哈。
喂，
阿莲哦，你紧转来啦，你有妈妈在烦恼了呢。你要爱喊你妈妈已经在准备好啊啦，你紧转来啦。台北要读册啦，怎么到一摆乌毛狗仔哦，拢，
我嘛是想讲讲咱遮吼，家己遮的囡仔看会下面。啊，咱会知影阿母遐讲啊，出来出来讲讲啥呢？咱无做物件。袂啦，我那年纪绝对袂安尼做啦。袂啦。是讲看会下面啊，啊，人阿母遐就安尼讲，咱嘛是惊讲伊做歹吼，咱嘛想讲看伊的下面啦。啊，无你吼，身体家己爱较苦哩，你那边嘛无要转来甲你照顾。你可以
几年二几年都讲到这，啊，真忘记了。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去到了，这知影讲这道的高贵哦，这知影这道的好哦。啊，就即摆咱忘了，哎呦，后摆无一定有，迄有唔知影。所以讲，咱利用机会，即阵啊，认真打拼哦，安尼落钱啊，这种钱才是正当的钱。啊，人讲正常啊，好啊，过得真好安尼啦。哦，哎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今麦做我啦，哈啦哒，哈啦，系啦，啊，我看有落地瓜来收啊，系啦，嘿，钱啊方面咧，钱啊方面只要是安那，你若认真拍拼哦，啊，你无问题啊，无问题，啊，安尼啦，迄个咱真办事，你要来话对，啊，凊彩啦，平平平多得啦，三千块啊，系啦，安尼啦，真是哦，咱讲啊，平平就做遐久啊，朋友就做遐老的时阵吼。啊，咱都转来哦，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啊，这两块地瓜，无安尼煮啊吼，啊，无遐，啊，但是啊，无安尼哦，无安尼哦，再钱我无袂当。啊，迄我紧，但是咱那先来一道，无安尼哦，都平啊吼，我紧啦，啊，敢若有钱啊，金都嘛袂歹啦，咱先来一道，哦，有钱啊，对无，啊，好，你知无？哎呦，收到了，你知影讲做人的道理哦。哎呀，咱来帮助啊，先来我紧啦。朋友多，去求多了后。听我个人做出的道理，并且也去开了下天的法会，才深深体悟到天下父母心，想起伊过去所作所为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想起我的伟大，就家己平常时所欠债、所欠用的钱，是不是要给医生看的钱？拢全部要给阿明交学费，给阿明食、住、用。这三年来，不知开了偌济妈妈的辛苦钱。妈妈为着阿明，每一天拢共洗衫、共煮饭，拢无讲过一句话怨言，想想家己实在真不好。啊，今朝物件含妈去几多西喏，都袂歹。啊，想想过去安尼吼，实在影也拍唔着啦。啊，啊再搁一条片，这妈妈行的。来看麦。阿明，自从你离开以后，妈妈真思念你，虽然。妈妈非常的思念你，不过想要让你好好完成作业，也不敢勉强你决定的看妈妈。妈妈
做，以后你做一个有路用的子女，来好好报答妈妈的苦心。俗语有一句话，你讲“老子回头金不换”。纤纤小尾奏，万声之满小尾迹，历尽尊情如火佛，成就生命大意义。父母恩德重如山，孝为首，乌鸦尚之凡步，羔羊亦之贵乳。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孝养跬哺，比目孙母矣。善孝为首，当知孝字是根源。念佛行善也是孝，孝仗佛力超九天。人间孝道，几时莫迟疑。人世间最至深的悲怆，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诸事不顺因不孝，福禄皆由孝自得，处事唯有孝力大，孝能感动地和天。多少浮云游子梦，奔波前程远相离，父母已双飞，顾盼子女的孝心。多少风霜的堆积，双亲容颜已渐老，莫道忏悔时未能报答父母恩。心。
欲尽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人世间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天伦。